Pagi ikhtar, salam sejahtera. Siap khusna, baru belajar satu sederhana dahun. Rasa sayang, hey, rasa sayang, sayang, hey. Hey, lihat nona jauh, rasa sayang, sayang, hey. 我很佩服就是你比我们懂更多的马来语。看过我视到云南民族大学，等下我们的团员会有两个表演，敬请期待他们，我们会表演什么东西出来。云南民族大学坐落于春城昆明，创建于1951年8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早成立的民族高等院校之一。今天我们来到云南民族大学看这个民族博物馆，截至2003年，博物馆接待世界各地参观者80多万人次，包括英国女王、挪威国王等都对馆中藏品赞叹不已。民族博物馆按专题分类，各民族文物综合交叉陈列，分列成3个展厅。一展厅为生产工具与生活用具，二展厅是服装饰品自然部分，三展厅展出民族古文字和宗教风俗艺术文物。整个展厅展示形式别具一格，注重民族特色，注重文化气息的传递。展品成品至摆设，每个物件均有含义，体现出民族的价值观和艺术审美观。马来语专业的学生除了热烈地欢迎我们的到来，还准备了一系列的马来传统文艺表演。Guru kepada dada, tabarusa balang gati, berguru kepada ajar, ibarat bunga berbang dajati。到你表演啦！没有，我们是朱真的了 ，OK。主角是这位，我们的马来同学。相对的，我们访华青年团也献唱了2首马来歌曲，进行文化交流，气氛很是热烈。Yang pertama, selamat datang semua alumni University. Saya tahu ada ramai orang di sini, ada apa tidak dengan mereka sendiri. Jadi saya mahu tanya, bolehkah berfungsi dengan bagaimana mereka menjadi因为你说的这个是，发掘个人特色的问题，因为，你要去找到你自己就是非常特色的点，因为现在是一个，怎么说，一个，每个人都有他自己，每个人都能出名7分钟，但是你不需要出名，你是要把你的特色展现出来，你把你的闪光点展现给别人。自媒体可能要做几个补充，就是刚才 Max 有说到马来语，所以我看我很佩服，就是你比我们
懂更多的马来语，所以我觉得我给所有学马来语的同学一个掌声，好不好？好，因为那么如果说如何要善用你的特长，你本身学马来语的话，那么其实本身如果我们是来自马来西亚的，我们说马来歌曲、说马来伴奏，其实没太大的特点。如果今天你们把刚才你们的这一些表演视频全部放去 Bilibili 或者放去 YouTube 油管，就有特别。中国人唱马来歌，中国人跳马来舞蹈，那么你的市场在哪里？你就在很多的这些马来舞蹈的市场。啊，非常塞感的也啊 ，mereka belajar bahasa Melayu kan? Kalau mereka guna mereka bahasa Melayu punya lagu, apa di YouTube punya tarian, saya rasa galangan orang Melayu akan suka. Wow, dia tengok orang dari China pun tahu bahasa Melayu, oh, I'm very proud. So, 就好像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影片？曾经在马来西亚，大家知不知道？原来普通话一点都不普通。这个影片是来自谁？是马来西亚之光吴建彪说的，在我是演说家说的一段华文的历史。所以就是当普通话在增生普通，可是我们大马华人的先贤要讲普通话，是经过了很多的打压，才造就我们能够学习六年从小到大的母语教育。所以它就是差别。然后大家有发现，在 Bilibili 的 UP 主，外国人讲中文特别受欢迎，什么外国人啊，然后就所以就看到他就有那一个特别。甚至如果你看到我们有一马来同胞会讲中文的，所以他唱中文歌的话，大家是不是很想看？可是如果是我们懂中文的唱中文歌，你就觉得算了吧，还是啊。所以那个就是你要做一个自媒体，你要有特色。另外第二就是，虽然说蓝海市场是很贵。可是问题是，如果今天你在做一个你不喜欢的东西，你会做得快乐。比如说马来语，我很讨厌马来语，可是马来语是一个蓝海市场，如果你强迫自己的话做不成，他会非常辛苦。就像你看很多的 UP 主，知道国内的，比如说李佳琦，比如说那个 Mia， 是不是他们每一天都要花大量的时间在做准备，在做直播。如果今天他一天不播，他就担心可能我就给其他人超车了。所以如果你不热爱那个工作，你是没有办法做到的。所以我希望你们要善用你们的特长，那样你才能够去长期经营下去。所以在我的频道里面，我也讲说，我觉得坚持的力量，只要你继续，就好像我们马来西亚的朋友，我们都有听这个逻辑思维。有人听逻辑思维吗？懂罗胖吗？如果不懂没关系，就是他每天就说一分钟，可是当你坚持很长时间，你会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效果。所以总结，做自媒体你要找到你的风格，然后你要找到你的特长，你喜欢的东西，当然要看那个有没有市场。如果那没有市场，是小众市场，你故意还要去做，就是你真的是所谓单纯的所谓的艺术，你的兴趣，可是没有办法吃饱。所以要综合这以上几个因素。然后现在自媒体有很多很多的，就好像我们除了有广变希望学小企一样进驻 Bilibili 啊，可是我们讲时政类的，比如说我们讲中美贸易战，我们讲华为啊，我们讲一些，可是就没有办法在国内审核。所以这样的你就要找一些不同的方面的东西，比如说可能拍一些生活化的，比如拍一些文化的，因为不同的平台都有它自己的规则。就你要在那个平台生存，你就要懂它的游戏规则。所以有很多嘛，中国有很多，像什么抖音的。可是问题你要知道怎样套现，我觉得对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流量有很多，可是问题要如何变现让公司能够生存啊。所以大概是这样子，不要讲太多。最后，明大马来语科系的代表赠予我们反华青年团纪念品。他们不是人像人的微型模型，超级大。可以来这边上学就好。交换生，有没有这个机会？你看，超漂亮。通过这次的学习交流，我可以感受到在这里没有丝毫的拘束，大家互相交流，相互学习，这便是云南民族大学，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学校美，风景美，人更美。